黄景瑜在节目中谈到，女朋友天天问爱不爱我，该怎么回答这个话题时，黄景瑜说自己也会每天追着女朋友问对方你爱不爱我，说这样互动会让两个人更开心。张小涵转发表示，要素太多，他俩恋爱这么甜啊，有些粉丝别太嘴硬，给自己留个台阶，省得哪天官宣了你没台阶下太难看。张小涵还说自己拍到过，人家可没辟谣。已知张小涵拍到过迪丽热巴和黄景瑜。